当时找我的时候我很抗拒的，因为很胖，然后的话第一是自己反应说很胖，然后对这种跳舞啊完全没概念，因为那时候想着一条腿残疾人脚不好怎么跳舞，所以内心其实是很抗拒的。他们不知道我们轮椅可以转圈，可以跑动，可以和健全人一样，就是轮椅我们的手就等于是他们的脚，他们的脚能做的舞步我们的手同样可以达到。这是给我一个另外不一样的经历，其实我很珍惜这一种，我不会因为说我是残疾人而自暴自弃，只是觉得我只是换了一种不一样的活法，我会活得更精彩。